15日，张柏芝在个人社交网站上晒出一段短视频。视频中，刚满1周岁的小儿子虽未入境，却奶声奶气地叫着爸爸，吐字清晰，十分软萌。但不久，张柏芝就将视频删除了，瞬间引起网友热议，也立即出现了张柏芝与3胎生父同居的猜测。据悉，2018年12月17日，张柏芝工作室发文宣布，张柏芝于11月诞下第3子。非凡娱乐。